OK 啦，看起来还不错嘛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用最土炮的方法，就是用一个束带，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固定方法啦。我们就拿一个小小束带，把我们的这个转接线绑在这个洞口，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洞口出来，刚好线就是差这么一点点，就是有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关起来啊，就是线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长度。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外露在外面，然后把束带把它捆起来，这样子怎么撞它也不会被叶片绞进去。然后我们的天线可以装一个 SMA 的天线，这样子，哇塞，超赞！我们直接来试试看，到底我们组装有没有成功呢？还是哪里有问题？我们直接接图传看看。哦，看来是顺利成功了。我们走出房间，看看到底讯号有没有，完美。OK，看起来是，OK，看起来是有接好，看起来是有接。